What's up？ 今天呢，我们来到 Social Innovations Lab， 一起在跟唐凤拍第二支影片。唐凤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日常频道，上次其实有点可惜，就是我们拍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是一起拍口罩的那个时候，对啊，我们在拍 B roll 一些画面是要给国际创作者使用的，然后很顺利拍完。不过那一次唐凤比较忙，没有办法再深聊什么。那这一次有另外一个企划是要一起来开箱设计的产品，就是受到星展银行的邀约。那现在是我们拍完开场了，然后。摄影团队还没有上来，他们还要在架设这个我们前面这边空空的吗？这边要架设摄影机的同时，我想说可以抓这个空档，制作一下我们待会要使用的道具。就是每次跟我觉得，就是唐凤在网络上面的影片，如果有十支的话，有五支里面会出现这个 temporary hat。对我待会用到，那我还没有做，所以我现在趁这个空档来做一下。你会不会看这个看得很烦啊？还好不会啊。真的吗？就是每一个人都要用这个梗这样子。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。我还有在网络上面看 tutorial。你有看教学影片吗？对，我有看教学影片。tutorial origami。对。origami。你感觉好像应该不会很难吧？就弄成一个框框的。对。嗯，基本上。跟折翻。还要符合同型这样子。对。那你要粘起来。两手打造。不用。我是刚刚稍微还容易抓一下。对对对对对。容易粘住。稍微抓一下它的。然后再把上面合起来。还有重点是那个那个。对。其实它这个做的话，好像听说是如果下面有垫一个碗的话。嗯，会最好，比较容易，对，比较容易做。等一下，你这样就变一个 tinfoil cup。对，对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案子。对，你想把它当成底裤。不错。啊，你，我觉得你做的有点丑哎。是吗？那种花瓶。OK 吗 ？OK 了。会很小。可以了，可以，不错不错，蛮好。这样怎么能挡得住老婆啊？你的脑袋都露在外面了。这个很有那种传统文化风，有点像那种犹太帽，小帽子太小了，小帽然后太小了。我再试做一个、嗯，大家现在不要觉得我在浪费我们就是国家资源、嗯嗯。他们前面都还在架设摄影机，所以本来就要等的。对，我们是抽空。对，抽空。对，冗余时间。对，点头。OK， 嗯。直接这样子放，哎，有蛮高的。哦，好，那你不要折太多。这个比较像。对对对对，有哎、欸，这个有那个感觉。它其实重点就是最后有一个天线的感觉。了解了解。天线宝宝吗？没错没错，增幅啊，增幅，你要先收的，要形成增幅。嗯，那这边啊，不错，好，我觉得进步很多。有，我是哎。网络上面没有影片是跟着唐凤一起做这个东西，真的是不是？没错，得到唐凤 approve 的，没错，对，嗯，的确可以抵挡的，嗯，没错，对，好，待会我们，那我们等下直接现场测试，漂亮，对啊，我觉得折得好，还蛮好的，很好的，光光线反射很好。哎，结果我自己的方式，因为我这个折法是网络上看，对啊，就自己这样折，其实反而还比较没有，所以大家现在就要看，这款是太小，傻眼。要再往下再吧，对，再扩小一点，对，这样 OK， 这样很好，OK， 可以吗？可以，好，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待会拍摄的道具 ，OK， 优质的礼物吗？做好了，就这镜片就这样，对 ，OK， 那我们拜拜，拜拜。